头里痛，感觉是一个巨大的变形金刚，一个巨大的变形金刚，正在变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它手脖往下按着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变得越来越大，变形金刚，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现在变形金刚，已经大到有点，有点比例失调了，看起来啊。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啊！这样的话，就地球的比例和变形金刚的，地球变形金刚之间的比例越来越有点失调了啊，有点看起来有点失调了。有点失调的时候，人的眼睛呢，努力的想调整成，不失调的样子，所以引起了，头一痛啊，头一痛啊，因为头就努力的要把变形金刚从地球的比例啊，要调整到我们脑袋里记忆的那种比例啊。这个时候应该自己马上意识到，曾经见过的最大的变形金刚了，它的长度啊，是月球与地球之间四分之三的距离。再举起手的话，那就摸到那个月亮了啊，可以摸到月亮了。也就是说，变形金刚的高度就是地球与月亮之间四分之三的高度，再加上一个胳膊举起来四分之一，合起来就是摸到月球了。有这么大的比例啊，有这么大的高度的话啊，那么月球上一个变形金刚变大也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啊，感觉上是啊，原来呢看到的变形金刚只是长条，因为现在看到的变形金刚的那个比例变肥大了，比例上呢看起来肥大了，所以看着不适应啊，不适应。脑袋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，也就未来这样的，同我们人认为的比例这样偏差的事情比较多啊，先预告一下，因为由外星球过来的飞行器越来越多啊，变形金刚也会越来越多啊，外星人也会越来越多啊，所以呢也会发生比例同样的不一样的情况比较多见啊，应该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